大神，你学好厉害哦！我学会了，哎，学得好快，我们练了好久，我们不小心做成了 OK， 然后是他有困难，容易这样。对，好的，懂了，这样。欢迎两位，你们要坐这边。好，嗯，好，谢谢。来，反正当做自家客厅。他们让我，他们那我就，你要躺在这吗？来，嗯，然后。两位，刚才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弹幕哈，我们的评论区都在刷你们的名字。是的，对，赶紧跟他们打个招呼吧，好不好？嗯，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印堂少女三零三。嗯，然后我是印堂少女三零三的赵月。Hello， 大家好，我是印堂少女三零三的王一景。欢迎两位。我们第一个部分是一起可爱，所以要跟两位来聊一下，对，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可爱的事情？因为两位其实，从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到现在也认识一段时间了。如果要让你们说出彼此可爱的点，彼此可爱的点，那我可太了解嘞。你说，对王一景就是比较可爱的点，可能就是在他每天没有睡醒的时候，哦，就是特别朦胧的。对，然后他就会就是那种用非常撒娇的言论，我没有。睡醒，好恶心，没有，就这种。赵月来就爆出了，就是王一景不为人知的睡醒的一面。对，我要爆了啊！赵月什么时候最可爱呢？哭的时候最可爱，就是。别看外表就是很坚强很坚毅的男单哈，是我们团的男单，对，我们团都是女生嘛，他是男单，但其实呢这个人真的很爱哭泣，没错，他哭的时候呢就是十分的可爱，就是那种放声大哭是吗？对，然后就人整个就很委屈，而且他哭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哭，就很容易哭的那种。他最近一次哭什么时候？恐怖，对，很高。那个，对，去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那个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最小的，因为什么事情哭过？最小的，啊，我之前有最小，真的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老师在那个时候在调那个站位，那是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我年龄也蛮小的，因为那段时间就工作特别忙，然后没有休息，然后也是就是积压了很长时间的压力，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说赵远你往旁边走一步，然后我就哭了，然后老师说让你往旁边走一步很困难吗？赵远可能内心自己写了一整段，就是老师现在往旁边走一步，我刚刚那个地方，对，我刚刚那个是不是站错了位置？我刚刚是不是站错了位置？我自己写了一整个文章，没有。我觉得最离谱的一次还是他就是前天晚上，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他前天晚上做梦，梦到是忘记他的名字是吧？忘记他的朋友忘记了他的名字，没有，他忘记了他的朋友的名字。然后第二天他就突然忘记他的名字，然后正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然后做梦梦到忘记他名字，说他就哭了，我就。没有，我就是觉得很对不起，就是内心的细腻，我觉得很对不起，我也觉得我们就啊，就是所有路过的人都来看一眼，他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啊，他怎么了？对，就是对方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然后看到你一哭，就会觉得你是真的忘了，就会觉得真的很生气。本来没有，别人就觉得你真的忘了我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你是做对不起，我当时就也很崩溃。非常符合我们可可爱的主题，真的就是那种心思很细腻的小女孩子，对，她真的很小女生。是，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要挑战一个一起可爱的游戏了，好不好？没错，那这个。一起开的游戏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些小小的道具，就是你手上的这个便利贴，我们会给每个人发15张便利贴，15张，对，然后呢，你们两个人要先进行对视不笑的挑战，对，对视不笑，谁先笑的话，这个人就算输了，然后赢的人呢，就可以选择把这个便利贴贴在自己身上，也可以选择贴在对方的身上，然后。我们贴好便利贴之后呢，我们会放这个你们的歌曲，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然后你们要一边跳舞一边甩掉自己身上的便利贴，谁甩掉最多，谁就是这轮的获胜者。好，所以你给自己贴或者给别人贴的意思就是，你给他贴的话，可能是贴在一个你觉得他永远甩不掉的地方，比如说鞋，明白了吧？明白，对，哎，然后你也可以选择贴在自己很容易甩的地方。那如果说就是对视输了的人，他就没有不能贴别人，是不是？对对 ，OK， 只有赢的人。才可以，啊、好难哦！你们先对视吧，好不好？好，完了，我一对视我就想笑，怎么办？你又容易哭又容易笑的，他就是人哭点很低，笑点也笑点。我今天猜了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两个突然间开始爆笑，停不下来，然后一秒钟15张便利贴全部贴完，也就是因为停不下来，没有办法认真，然后一边笑一边贴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不贴，我们先来进行这个对视谁笑的环节，好的，好，行，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准备好的话，深呼吸，3、2、1，请对视。
跟我对视，不是跟摄像机对视。我刚刚你看谁？不是，我刚刚已经想笑了，所以我想请对视。我想想再调整一下。你已经整个人懵掉。赵月怎么回事？不是，我想再调整一下我自己，我已经很想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落枕了吗？脖子转不过去。来，收拾一下情绪，深呼吸，再呼吸。来，准备好的话，请对视。哎，我没想到我会输哎！赵月会胜出，好，所以这一轮赵月你就可以选择把这个便利贴随意的贴给自己贴，或者贴给一景都可以，好不好？来，我们请两位移到舞台中间。哇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贴哪里呢？对，你可以想一想，贴在一景哪一个地方是要不贴脸上吧？哎，贴上。来，我给他弄掉。这边，然后一景说：“这只是个节目，量力而行。”然后下去一顿暴打给我。没有啦，我怎么会呢？好的，嗯，然后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先，一景也可以贴。哎，清爽，我也可以贴吗？对，你可以贴自己身上，对不对？贴自己身上。嗯。哦，对，就是可以贴一部分在他身上，也可以贴在我身上。对，但是你只能贴在自己身上。那也就是说，我这十五张也可以贴在全部贴在他身上。对，然后，但是这样，万一他真的甩掉两张，你一张都没有哦。对，所以你就输了。我们要看谁甩得多，谁赢。便利贴能甩得多啊？是甩的。哦，这样。对。嗯，所以赵月的优势就是你要贴在他甩不掉的地方。甩不掉哪里呢？对，如果你不确定他甩不掉的话，你就全部贴在自己身上容易甩掉的地方。这样的话，怎么的？你是给我塞进去了是吧？哎，镜头看一看，他给我塞进这个口袋里了。行，你等下聪明的这个是这个也很就容易甩，就等下头转就下来了，就在这里。好，你贴嘛。你们可以互相开始贴了。一景也可以，我也可以贴他。贴赵月，对，哦不，一景你要贴自己啊，我知道，一景贴自己，那我可以开始贴了。但是我觉得我很强烈的预感，我觉得一景会赢。如果他都真的吗？总能甩掉。那我他甩的肯定多吧？对。哎，这样我们算不算支招？没有没有没有，算。我们只是作为旁观者给予一些就是弹幕。刚才那段我们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只是弹幕，哪里只是人形弹幕？已经掉了你。我可以贴自己哈。对， 你只能贴自己。哇，这个真的我觉得我也是没过分。你看他才过分，贴了一个手。你手贴你可能会胜利。数张哦，数张哦，数张哦。我们确实给他们十五秒的时间。来，十五秒，一秒贴一张。现在十四，不对，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四、三、二、一，好，来，时间到，地上的就不算了。对，地上的就不算了。好嘞，啊，先拿开，我先拿开。贴了一首。好，接下来我们要放《硬糖少女》的歌曲，然后你们需要在这一分钟之内，哦，小心，尽量的抖掉身上的便利贴。来，请音响老师下音乐。开始了啊，开始了。才一秒钟吧。在口袋那个出来，口袋那张，我们接下来看点就是口袋这张，口袋这张到底能不能出来？我感觉掉炸了，我这已经，哎，我已经，我是不是已经赢了？他已经赢了，你差不多，因为你给我贴的多呀。我刚刚没给自己贴，没给自己，他自己贴上的有，没了解规则。一二三四六七八。七个，因为刚刚在没开始之前，赵月掉了一张。OK， 所以是七个获胜的就是是赵月啊。黄的是贴在谁身上的？哦，黄色的是好像是混着贴的耶。我们俩混着贴的。OK， 所以那这一轮。没有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姐妹之间的友情，这一轮我们就打成平手，好不好？姐妹之间就是说不清的，我跟你说，可以，真的真的好，来，今天不分上下，知道为什么这么随意吗？因为这个规则就是我们说了算，啊，是这样，哦，明白了明白了，你可以看得出来，可可爱爱的两位小姐姐之间也是惺惺相惜的，嗯，那既然刚才我们贴了一些这个便利贴，我们当然要以便利贴为我们这一趴的一个主题哦，因为我们有便利贴，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在便利贴上面写一些对粉丝的话。
话，好不好？嗯，好，来，在这里非常漂亮。写一些对唐芷要说的话，来，好，一句一。对，我们一人写一份，好精致哦，这个空间。对，上面是好漂亮啊，好漂亮的画。嗯，所以你们想跟粉丝说什么话，我们就可以写在，就写在上面，这张便利贴上面。是的，然后我们之后也会把这个便利贴送给正在收看我们超打粉。你要抄吗？超打，你先写个开头嘛。仿佛看到了中学时候的同桌。对对对，蛮可爱的，真的好可爱，祝福都要抄答案。来，我们看一下他们会写什么呢。嗯，给唐芷。他们两个好乖哦，好像在上学的时候就是认认真真写，对，写作文。嗯，好好看的画面。嗯，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好多人在给我们两位小姐姐打 call。 小月月打 call。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得到你们的这个祝福的便利贴。没错，对，嗯，所以要记得来关注我们的腾讯视频的 Doki， 我们的官方微博呢，之后会送出这两张非常宝贵的由赵月还有王一吉亲笔写上的这个祝福的便利贴，所以想要获得的话，赶紧来关注我们的腾讯视频 Doki 吧。没错，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嗯。好，我看一下。哇，他们写的好用心哦！得到这个便利贴的粉丝，我觉得整个就是真的太幸福了吧。我觉得他现在写是给我们唐芷的，然后得到这张唐芷的，我们的唐芷就是 only for you 了，嗯，对不对？真的，所以要好好的收藏，而且这个夏天也是由他们一直陪伴着你们一起成长，嗯，对不对？看着你们一路一路走来，辛苦的走过来，对，所以接下来还要继续的陪伴着他们一起走花路，好吗？非常用心的写下了自己的祝福。我如果是我收到，我可能会感动的哭出来。那我觉得会给大家很多的力量。好，一吉，你先跟大家展示一下你写的。我的字有点丑。然后写了什么跟大家说一下。我说兔最最最可爱的唐芷们，很开心的有你们的陪伴，每次听到你们的呐喊和你们手中亮起的灯牌都看到你们手中亮起的灯牌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未来我们还要一起走呀。嗯，未来还要一起走。谢谢，请来我们帮你收藏。好，谢谢。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收好。我也写好了。好，赵月来跟大家说一下你写了什么样的祝福给唐芷。给唐芷，希望大家可以天天开心，然后一直支持我们一堂少女，真的很感谢，以后也要一直在一起，然后我也会好好努力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好有心，谢谢，好暖心。谢谢赵月，然后我们也帮你收好，来请工作人员帮忙我们收好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请所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唐芷哈，继续来关注我们腾讯视频的 Doki， 然后我们在这个官方的微博之后，我们会送出这两张亲笔写下的祝福给我们幸运的两位唐芷。我们要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赵月还有我们的王一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两位，两位继续加油，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辛苦啦，拜拜，拜拜，下次见哦，拜拜，谢谢，下次见，很开心，带来了一堆浓浓的一阵可爱和元气，元气满满的气。